Ivy 少女为学业危坐25楼。难一睡性尘的佢扰攘咗成半个钟，至俾飞将军救翻入屋。佢琴日凌晨一点几，趁屋企人瞓咗留低遗书，爬出天水围进宏轩25楼嘅屋企严防。街坊见到就报警。一心谂住做配药员嘅佢，读 Ivy 哈啲都专攻配药学，但最近惊毕唔到业而做傻事。Ivy 嗰边话会提供适当嘅协助。